我是赵少康。今天很难得啊，请到王正芳导演到我们现场谈他的新书啊，其实算不算新书？也算是新书，对不对？在台湾算，在台湾是哈，十年颠沛一顽童。我为什么讲？因为我在选举之前就要安排访问，对，这个王导演就去选举了，一下五十几天啊，这不就耽搁下来了？还好没耽搁我十年，哎，没耽搁十年，是十年颠沛一顽童。那映科出版出的哈，对，那这本书当然就讲你小时候了哈，我看怎么打日本啊，什么一路。一直到台湾来哈，是是是，我只是好奇啊，哎，我小事他们都忘了，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嘞？很多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跟你哥哥怎么样，跟邻居怎么样，爸爸妈妈怎么逃难，什么坐什么那个什么煤气车啊什么的都，对，你怎么能有去找资料吗？资料是有，还有一些老的资料又出现了，这有很多我父亲写的手稿，我母亲写的东西，是带来给你看。你看，这我父亲写的字，这个样子，对，在，是是是。我父亲以前是你的前辈啊，他在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我这是有讲，是很厉害，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看我1938年生的，是生在中国大陆，是什么娱乐节目也没有，都没有，对不对？电视不要讲了，连广播都很少的。机关单位有个广播，有一个收音机的，大家围着听那种。所以我们家一个传统就是，经常晚饭一定要在家吃，乖乖的吃。不可以说是不参加晚饭的。是，在晚饭的桌上呢，我父亲就开始讲这些事情。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讲，他以前的事情，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你这个岁数，你们都可以接上话了，就是，我们都听得差不多了。是，不过你们不会说，哎，爸爸讲过了，不会啊。不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哎爸，你讲过了啦，再讲很多次，不要讲了啦。我不敢，就是我妈妈有时候说纠正他错误，这讲的不对，上次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许许多多，主要重要的那个细节，爸爸都口述了，对，口述了，口述历史，我们听了非常非常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有一些我在书里写的，就是比较吸引人的、比较重要的、比较惊险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记住。所以这样子训练的，我好像记也给个这个记忆力有一些训练，大概是。然后后来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2017年就开始，2017年以前就开始写了。那时候我哥在美国，他比我大不到3岁吧，是，所以小时候事情他记得比我清楚，大3岁差很多。你们又会再谈谈过去的事情？他一直在纠正啊。这样。我写完了就给他看，写完还给他看。他这个不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那里，到最后一稿写完了，我整个发给他去，10几万字发给他去。我老兄2个多礼拜不理我，怎么回事？我就很纳闷了，是不是我这个整个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啊？最后他的东西出来，说你这写的，我哥对我很严格的，你看，有什么什么，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正确。可是呢，他说你是写我们家的回忆录，别人也都不知道，有点错误就算了吧，也不必那么讲究，就是不是啊？这个感觉很麻烦。是，所以通过他的就通过了，鉴定就通过了。对，讲没错了，我们看很有趣啊，这我是从头到尾真的每个字都看，我觉得太有趣了，太有趣了。那爸爸再谈谈你自己好了，你是建中毕业，对，台大电机系，对，对不对 ？UPenn 的博士，对，然后在 IBM、NC 啊做研究，又在 George Mason 当工程学的教授，对，怎么到了45岁突然去拍电影了？为什么？那电机跟电影虽然都有个电了，但是还差蛮远的。我告诉你，得到电机工程野鸡大学不算了啊，有很多野鸡大学。对对对，比 UPenn 很好的学校啊，UPenn 很好学校，拿到电机工程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而且论文也没有被封存的，没有保存30年不能泄密的。然后突然改行做电影导演，而且后来有一点知名度的。好像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觉得好像我印象里没有。没听说吧？应该列入吉尼斯录，可是这个记录没什么意义。还是有意义啊，还是、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很多读者那个听众一定很有趣，感觉有兴趣。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是。可是如果你建中毕业，
然后成绩过得去了，不是很好。我从来这建中成绩从来不是很好。那你怎么考台大电机系？不好考、啊。我好像不小心就考上了、嗯，不简单了啊！所以那个，你像我那个年月，我建中毕业是1956年，家长不会同意你，社会上也不会同意你念文法、啊、念艺术，对不对？去搞电影，这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我说好，你那时候对电影有兴趣了。啊，一直有兴趣，我从小就有兴趣。你那时候没什么对电影可以看的，但你有讲了，就那时候黑白片了，是吧？对对，小时候就看，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小时候我在抗战时候看过第一次电影，是在这个江西上饶一个学校的操场，那里有美军，那个时候美军带来的电影，那我们头一次看电影，他就弄一个银幕嘛。不是因为我被单的、哦、被单在被单上放被单上放我们也看不懂啊，看着很有意思，就跑到被单后面一看，怎么也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念国立实小的时候，植物园上，在植物园我逃课跑到植物园去玩，就碰到那个一个摄制组，台制制片厂摄制组拍电影，拍大概是无缝传哦，那个主演的是李颖，影子的颖，我知道，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后来到香港去发展，对，他不是后来都演坏蛋嘛，或者演坏人那个样子，那个是不是有点秃头了？或演反叛的角色的，不能说演坏的，就是他带一个那个，但那时候演吴凤，就在那个衙门，布政司衙门那里拍，那是布政司衙门还是原来的样子？是现在给画的不像样子，我看着简直觉得要吐血。哦、原来还是以前清朝的那个意思，是就是有点斑驳了。我就看了一组摄制组在那里无缝从那个里面走出来，骑马还是走路、走出来，开门走出来，那一个镜头拍了五六个不同的做法，不同角度啊，一次一次拍。我那天就逃学没去上课，就在那看。就看。我觉得好有趣啊，这东西好好玩啊，这个。太有趣了。所以你从小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某一个事情就会影响到以后。真是。然后你看后来这个香港来的电影，那台湾没什么片子嘛。香港的片，国语片，好莱坞的电影，随着年纪长大可以听懂英文了。没有一部没看过。这样。全看过。你问我那个时候电影，我全看过。可是后来，像我真的做了导演以后，看的就比较少了。为什么？反而少了？反而少了？没有时间还是怎样？因为看电影很痛苦，觉得人家拍的不好，为什么不这样拍？为什么不那样拍？这是一种。有时候我跟我儿子看电影，我儿子说我以后不跟你看电影。我说那个烂电影我就可以 predict， 我就可以预言，现在他要走到那边去，再过一分钟他要被打死，我都能讲中，都讲中了。下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没意思，没意思。那个不好的片子看着真无趣，好的片子看着也很痛苦。怎么人家拍这么好？会这样感觉。他怎么能把这片子拍出来？这样是太精彩了，我都没想到这个。所以我现在看的也比较少了。不，你那个《北京故事》当时也很轰动啊，拍的、啊。你怎么会？这到底怎么在大陆拍的嘛？对不对？在大陆拍的。那是因为我还得了很多奖，还在卖座。我看你在旧金山卖座，卖很好，几十个礼拜这样，很不容易啊。对，卖了一年，演了一年多，五十几个礼拜，不容易啊。那个大，蛮大的戏。那是因为我。因为我在香港拍了一些片子，后来在美国也参加了一些独立电影的制作，那个我觉得我已经 ready 要拍一个片子，也没钱。那时候1984年，我跑到大陆去是合作拍片，我也有一个金石纪录，我是第一个美国导演的剧情片导演，到大陆拍戏的第一部片子。那时候大家不太有人能够进大陆拍片，大陆戏晚了我一年多。那么后来 Steve Spielberg 后来又去拍了一个大片子，我当然是小制作了，我身上没钱的，去拍了一片。不过也不容易啊，你这个等于是半路出家，也没有去念什么书，什么演电影学院都没有嘛？没有。不像李安还去 NYU 去念了一个。李安念多了，李安在伊利诺也念了一个什么博一个学士，也到 NYU 念了一个硕士。是。所以就是说。这不简单，不是你这人生也蛮有趣的嘛？回想起来，对不对？有很多的经历啊，真的。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那你
保钓的时候，我们再谈了。保钓的时候，你跑到大陆，你是怎么会保钓到大陆去？然后还跟周恩来见过面，对不对？你们谈了六个小时啊，谈六小时。哇，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王正芳导演，谈的这个算是新书啊，《十年颠沛一顽童》啊。那在我选举之前就出来了哈、啊，那一直想访问他、啊，写的非常有趣啊。本来这个王导演的文笔就很好了哈、啊，我在报上常常看到你有时候在专栏啊，或者是副刊啊，写东西都写得很好哈、啊。那后来就在台湾呢拍电影不容易拍是吧？太难了。为什么？是资金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还是怎样？两个都是问题。嗯，两个都是问题。在以前，你台湾这个市场不大。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嗯。然后你要看着票房的收入来维持，靠票房收入来维持制作的不大可能。嗯。所以后来越来越没办法，他也没办法扩展他的这个票。以前好像。香港它是有几个市场了、嗯、香港本地一个，然后台湾一个，还有东南亚、嗯、新加坡这些华人地区它可以、嗯、华人、嗯、那台湾的电影始终没有办法打到别的市场去，所以一直是这样，一直搞不起来。是文化的关系、背景关系、习惯的关系，还是价值观，还是到底为什么这样？我想基本上是拍的不够好，他真的很好的电影，全世界的人都愿意看。语言不是一个障碍，嗯，可以在什么电影节，我说这话得罪很多电影从业者，不过无所谓了，这么大年纪也没人出钱给我拍戏了，所以我就随便得罪人吧。但是你真的没有到那，所以北京话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嗯，没有一个世界性普遍性，你在那里拍。就很难打开市场，比如说韩国南韩它的这个都还不错，有些地方真的很突破呀、啊、嗯很好、啊、为什么南韩能做到这点？是政府权力还是整个民族性的问题？政府我想政府有一阵他花很多钱去支持、这个、是是是，那个钱赔了很多，因为你发钱给这个有兴趣的有希望的或者年轻的导演的话，有很多投资就没有了，因为它东西可能不好。是，可是所谓的量变会带到质变，嗯，它里面肯定有很多人起来，嗯，所以我觉得台湾搞的这个辅导金呢，嗯，是分猪肉，嗯，你一块我一块，所有人分到那个都不能够，都不够大，就分了一点点呢，你自己要去找相对资金，嗯，所以有很多导演就是说，我就这一点，我就拍这一点好了，炒个小菜好了，嗯。那怎么行呢？前一阵子有选举之前有电影界人士来谈了，就是说他们说应该跟大陆喊喊话。我说为什么？说比如说台湾现在一年准大陆十部片到台湾来，台湾还真准了大陆十部片。对，但是大陆应该相对准我们十部片去，他常常只准两部三部，他要审核啊查的。那你如果说也准我们十部片去，然后又开放几个院线，怎么？他也许又市场又大一点嘛哈。那他们就管制比较厉害。那没办法，这是他们的政策。他们本来说我们应该去 fight 了，应该去要求了。对，以后也可能帮他们。大陆市场是整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你三个钟头谈不完。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好吧，回到那个周恩来保钓，你当时怎么？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保钓。两岸其实当时大陆去大美国的不多，去美国留学生大概都是台湾去的嘛。啊，对，没有大陆，没有大陆留学生，那时候管制嘛。1971年没有大陆的留学生，是是是。所谓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台湾留学生、香港留学生，还有还有香港啊，还有东南亚、华侨一些啊，东南亚、菲律宾的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一些很多，嗯，对啊，那时候保钓运动，中国留学生就是这些。是，所以以前在美国讲中国教授一定是台湾去的，现在不是，他们说现在讲中国教授都是大陆的，台湾去的很少了，这样啊。台湾人去美国念书不念博士了，太辛苦了，开玩笑，累死了。出路也不见得就一定好，对不对？出路没有，没有。硕士能找到，尤其念工程的，我念机械工程嘛，哎，能拿到学位就能够找事，赶快先找事吧。对啊，跟台湾人观念不同，台湾说先读到学位，那个时候，这不你赶快先找事，能找到事再说吧啊。那好，那当时你怎么保钓运动当时是怎样？为什么搞那么哇？好像在海外很热血沸腾，蓬勃。为什么这样？当时到底是什么这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谈保钓，那个时候我们是大力推动
台湾政府嘛，出面强硬一点，希望强硬一点，为这个保育钓鱼台在钓鱼台领土做一些强硬的声明，至少你打不打不过，打都打不过的无所谓，可是你那是对日本嘛，这是对日本嘛，立场上你要坚定，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所谓的保钓运动的左派啊，对台湾政府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失望，很不满意，太软弱了，哎，太软弱。那时候大陆有表态吗？大陆也没有，也没有。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也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后来这个运动起来以后，大陆就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他们通过一些联系邀请一个访问团去大陆，所以我们是多少人呢？第一团是五个人，不多嘛，保钓零团。后来好有好多团，一二三四五就很多了。保钓零团就比较稀奇嘛，那你就是零团了？我是零团。哦，就五个人。就五个人。我们就去了大陆。那是大陆什么状况？应该是很穷的。大陆当然很。准你们看吗？看，那是在文革的中期啊。哦，已经是文革了哈。1971年嘛。文革中期，文革还正热闹。我们能够看的东西就是他们安排的了。当然。真正的什么知识分子下放，这些不给你看，这些大概不大可能。我总的印象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给你一个好像比较年轻的社会主义的一个蓬勃的一个气象，大家都好像很努力来建国呀，搞这个有一个建国的气象，觉得还不错。而且年轻的时候，他们不是讲吗？年轻的时候不同情共产主义，无血无泪；年纪大再同情，脑筋坏了。所以年轻的还是比较倾向社会主义嘛。其实是、当然，那时候我们是二三十岁。现在其实也是啊，现在其实也是二三十岁没有理想，这个人怎么办呢？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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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以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那跟周呢，六个钟头谈什么呢？怎么谈六个钟头？那很长啊。你如果去大陆。有什么领导接见你谈话的时候，那通常时间是很长的。哦，这样子。就他一个人主导谈话嘛，我们跟他对话一下，我们是乱问问题的。哦，你要问问题，他回答。对，他就讲，就主要是讲国内的情况，保钓都没谈什么的。他们当然谈完的事情啊，国内的文革的事情啊，建设的事情等等，谈了很多。那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领导，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脑筋非常好。实在那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已经有胃癌了，身体不好了。是，那你就变黑名单了嘛？你这本书那当然了，是吧？不得了，那变黑名单。那个时候居然留学生敢跑到北京去，还跟周恩来见面，还保钓，罪过大了。对，那就是不能回台湾，这变成黑名单，跟台独一样，变成另外一种黑名单。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休息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的现场。那么王正芳先生的一本书啊，《十年颠沛一顽童》，硬科出道。因为他，我一直不想请教他这个问题，他的后面啊也提到一个朱大哥了哈、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朱大哥就是情治单位呢，因为王导演那太重要了哦，在那个时候有几个人能去大陆，对不对？还跟周恩来谈了六个小时，这个很严重，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朱大哥到他家里，等于像管家一样，对不对？他算什么？不是，他是这样子。那是我去大陆以后，中央日报的那天，我们刚进大陆，中央日报的头版就是“李匪我言，王匪正方，陈匪智力”，五个人名字在那，都叫匪了。从香港进入大陆投匪，接受训练，将来是这个文化特务。哦，就变成文化特务。有训练你吗？没有嘛。没有去，就谈谈话啊，就参观，去看各地，全国各地，全中国各地跑一跑，就是没有。他们这边的情治单位是这样想，这样子就搞到大家都知道了。这我有个人叫王匪，王匪正方。那你的同学啊、家人啊，什么怎么回事？我家里很受罪了。我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中风了，他六十岁中风了，所以1971年的时候他已经。
不能工作了，然后讲话讲不清楚了，所以我母亲跟他在一起住在。你母亲很能干的，我看从小。哦，厉害！我母亲真是，就是主持所有的事情。嗯，我们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十二巷四号。嗯，那个原来《国语日报》给我们的房子，住在《国语日报》的那个房子。嗯，他就住那里。然后后来我父亲1975年去世了，我也没能回来，我哥回去了。这个我你是因为回不来那个时候吗？我不敢回来，回来我抓起来，回来唱《绿岛小夜曲》了。就抓了，对吧？是是。所以我没回来，就是很伤感的，因为我父亲最喜欢、最偏心我的那么一个心态，对吧？哎，我妈就说：“哎，现在少了一个人了，家里多一个房子。”嗯，他就登报说是要。出租哦，分租哦，分租房子。结果朱大哥就来应征，说我来租你房子，好吧？嗯。结果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很负有任务的。你后来才知道，你妈妈可能早一点知道，就是我妈也不知道啊，也开始不知道。嗯。而他非常好，住在我们家非常好。嗯，还会做扬州菜。哦，然后对我妈非常好，因为什么呢？朱大哥比我哥大概再大个3岁4岁吧。嗯。所以。他从大陆过来就参加了这个情治单位的组织、嗯、在香港加入的他说、哎、后来他没办法回去了嘛、嗯、所以他就是十几岁离开老家、嗯、就没见到他妈妈也没办法写信因为、哦、所以可能把你妈当他妈妈这样对有那个味道他就有一个移情的一个作用、啊、是是他越看我妈越像他妈还是怎么的、嗯、哎呀对我妈好得不得了、嗯、所以等于是带你尽孝道了哎，那我完全没尽孝道，我怎么尽孝道了？我不在，我这个等于代表你尽，带我们兄弟两个尽孝道。我哥也在美国，也在美国，不能常回来嘛，是不是？是。所以后来他就一直陪着我妈，后来一直陪着我妈住。后来我妈说是我要去美国投奔我儿子了。哦，你妈要去美国啊、哦？她后来我妈在美国住两年，实在受不了。我看说什么你早就走了，晚上再回来，对、啊，做的菜也不好吃，打了麻将搭子也没有麻将搭子啊。但这什么人生？反正身体还好，他就回来住哪嘞？那朱大哥搬到永和去中和去了、嗯，他有一间房子哦，他还住到那边去了。哇，这个很这也是很大的缘分呢、啊，这是。这是他等于他来照顾老太太哇。这后来事情都明白了，嗯，他就跟我妈妈头讲，他说，郑芳回来啊，我有管道，嗯，你就告诉他怎么回事好了。结果这封信你没看到，就没看到，怎么会这样呢？我妈妈写了一封信给郑芳兄，写还特别叫你要保密，还画圈圈这样。他不敢寄这封信，他叫我哥带着。对，你哥忘了、啊。我哥糊里糊涂不，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点心照不宣，我哥也不完全了解情况，只有我妈跟朱大哥他们晓得怎么回事，因为朱大哥是派来看看他的，看这个王斐正方有什么活动，有什么真的，你真的很重要哎，那太太重要了。你现在我们最多监听一下，现在是派一个人在你家里住着，这个可是朱大哥非常失望，嗯，没有什么没有情报的，因为我这边去搞电影啊，搞话剧，搞这些东西，这什么文化特务，就没有替匪宣传，这不是十分差劲吗？这个，结果他说你怎么想儿子，你就我有一个管道，叫他通过这管道来回来就好了。哎呀，结果那信我一直没看到，否则早就回去，早就回去了，他就把我这疏通了。这后来我妈妈病重，我才回来。你还说你到了什么领事馆去？领事馆，朱大哥很生气，因为这功劳他应该拿的嘛，是吧？对，他一辈子就到最后，他讲一口这个江北话，真法，你在领事馆见了什么人？我说有个少将叫什么？我说怎么他一听，那是谁？我说知道他谁了？我说这个某某将军给我签多少签证？你叫他将军？我看他不值一根毛，他气死了，把他的功劳叫去了。所以你那时候去签，大家还他们有没有犹豫给你签证啊？哦，搞好久啊。嗯，我想也是。我特别到房间里去谈，他跟你谈。然后那个少将做一个山东老乡，嗯，说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啊，嗯。我们政府是很讲究人道的，嗯，所以呢，特别通融给我一次签证啊，一次要一次。我拿着美国护照，我一也有这种事情吗？嗯、一次签是吧？嗯，一次签证回来见我妈妈，我妈妈病重嘛，是吧？嗯，回来多久啊？我回来两个礼拜啊。哦，
这两个只给我两个礼拜、哦、，single entry 一两个礼拜，那是还是很严重，1985年还很严重。后来我母亲走了，我后来我回台湾拍戏，我在跟中影拍了一部戏叫《第一次结婚》。后来怎么解除了黑名单呢？这大概他们重新再看一看我的资料，认为我是这人人啊，干嘛花那么多劲？然后也许朱大哥也不有进讲说这个人没什么，对。后来就是我在美国拍电影比较有名了嘛，中影赵锡斌赵经理。他就知道我，他就写封信就请我回来，我就回来，好像这个党部也不大同意开会，开会说这个人怎么会回来，去过大陆什么？结果我听说赵锡斌跟我说是郑新雄主任替我讲话，他是海工会主任，海工会吧，他很了解，他很晓得我这个人大概没什么作用的，就喜欢拍个戏而已。他在会上讲讲话，大家相信我就回来了。这样后来我就回来了，就没有不在黑名单上，我就跟普通的就来来去去的华侨或者一样了。那你现在回想这段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看，就朱大哥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也有点伤感，也蛮感动。这搞不好都可以拍个电影，真的可以。我觉得这后来还等于是我们家亲戚一样的，算我们大哥了，我们叫他大哥啊，挺好的。因为他原来的用意是来监控你，最后，哎，我用引申来讲，我觉得世间的恩恩怨怨、仇恨、政权的斗来斗去，可是最后。还不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父母子女，长辈晚辈之间的这些伦理关系，是吧？刚好大家有这个机缘凑在一起，又亲如家人了，是吧？我觉得整个我们这大时代，国共之间也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也好，全世界的人，其实最后不都是应该这样的一个结局吗？是，朱大哥常常。跟我一起去扫墓，还说给你妈烧很多钱，你说空气污染扫厕，他说不要多烧，打麻将，打麻将会输钱啊，一输钱你妈妈身心情就心情不好，心情就不大好，还要烧美金，他说，看得很感人呐，真的很感人，我看了也觉得好可爱啊，蛮感动的，是朱大哥，我们真的很怀念他，他最近走了，是。所以王正芳导演十年颠沛一顽童啊，很有趣的，很多故事在里面。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神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王正芳导演，《十年颠沛一顽童》啊，他这有四部了哈、啊。你这是最小的嘛？这是，然后再来就是《调笑吴奇一少年》，对。然后另外就是《志在四方一男儿》，就长大了，长大了，去美国了，去美国了。然后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部，还有一部叫做《勇往直前的日子》。哦，是。因为王导演文笔很好的啊，是很好很好看哈、啊。那我其实我看这个书也是，你看从抗日对不对？对，一路哈、啊、颠沛流离，小孩就甚至真的有时候，你讲那个《国语日报》那个魏教授也是呗，要建功，要来台湾办，结果回北京做一点事情，啪，铁幕一关。就没了。不过他我来了，后来还不错，在北大当教授，当代理校长算不错了，不错。没有就被很多人就斗争啊什么就完了。也有这样的，他也都被斗过，也斗过。后来我回北京见过他一次，是他跟我讲了一些许多事情，他也被斗过，也被斗。他是魏建功教授，是台湾推行国语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国语日报他们当时要来办国语日报，国语日报爸后来也参与办国语日报，这是我们来台湾的原因呢。为了办国语日报，因为他以前在北京办一个国语小报，跟国语日报性质差不多。不过规模很小，然后三日刊。当时怎么想到要办国语日报？是政府意思还是你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想法？政府希望来是政府推行国语，因为台湾不会讲国语嘛，对啊，讲日文很多的时候。这个魏伯伯那时候到我们家来跟我爸就讲，他们两个是同学嘛，但是同学年纪差不多。他说：“你在这里办国语小报，在北京推行国语，有这个必要吗？不如对我们有这个必要吗？最需要推行国语的是台湾呢。几十年日本人统治，他们不懂中文呢。我父亲就同意了。我父亲很不想来，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他是北京长大的，而且打仗绕，好不容易回去了，回去了，好不容易回去。然后后来说服了，说是，哎，好吧，
我们大概三年，最多五年就回来了。以为这样啊，他五十年也回不去了。嗯，那就来办《国语日报》了。所以我们家一来就住在那个植物园附近那《国语日报》那个地方。嗯，他后来在广州街那一带，福州街那一带嘛。福州街买了房子，嗯，还是楼啊，是啊，嗯，买了个大楼，对，盖了个大楼，嗯，也不错了。我们小时候都看《国语日报》长大的，《国语日报》做得很好，实在是很好，就是推行语文统一的最成功的一个试验点，就是在台湾嘛，是吧？现在后来这大陆就落后很多很多年了，几十年，因为他忙着政治斗争了，还给你推行语言了没有？现在有了，嗯，对吧？现在更方便了，跟以前比较困难，以前没有电视嘛，比较难宣导，对啊，嗯，所以现在各地方都有电视，这个推行语言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对，你让我想起来，以前新加坡也不讲华语的，对啊，他们就讲福建话、广东话、潮州、潮州话啊比较多嘛，要不然就是新加坡那边的那个马来嘛哈，他们后来突然李光耀改变，说要推行华语，对。但我看我那时候到新加坡去看，到处贴标语，学华语好处多，他就用这种来鼓励公务人员先开始，对，公务人员先会讲。然后从台湾的时候找了好几个电视播音员，哎，很多人电视上去播这个讲国语哈，所以就你讲没错，有这个媒体它就比较快了这样。但是呢，那些老太太都很生气，因为他们把那个潮州戏都给停，他们不要电视就播这个播那个，播国语的戏，所以老太太听不懂啊，就吓的。光耀是铁腕，他就说干就干，这个厉害，说干就干啊，棒。是，那啊，你小时候的趣事要不要讲讲？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小时候啊，先讲我那个什么吧。我比较，这是真实的记忆，正确的记忆。我已经念小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后来从鹅湖搬到上饶去了。其实鹅湖也是上饶专区的一部分。那时候抗战是算是第三战区，就是浙江的一部分，福建和江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将军，我父亲在第三战区做文化工作，所以我们从鹅湖搬到上饶那时候我就开始上学，有记忆比较清楚了。那么那个小学叫中正小学，我妈做校长，我在学校里很得意，那时候我上学最得意的是什么时间？是因为妈妈是还是功课好？功课从来没好过。好吧，我都是好学校的坏学生。哎，在那儿玩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到了1944年、1945年的时候，美军就到了上饶了。于是说那就很热闹了。我跟美军有一些接触啊，也接触，陪着他们去玩啊，什么放那个什么那个烟火枪，棒棒的，哇！我觉得太有趣了，又看到美国电影。那里结交几个同学，我还有一些照片可以你拿来用一下。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两个女朋友。小学二三年级有两个女朋友？这书里有他们照片，很漂亮的。但是你接着以后的女朋友都不断吗？没有没有没有，好吧，然后呢？因为他们俩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也跟我非常好，为什么我还记得他呢？因为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姐妹两个，妹妹的长相跟姐姐长相不大一样，可是同样的美，都好看，所以后来1945年很难取舍了啊，很难取舍。后来1945年的时候，抗战胜利，我们必须要大家回老家了嘛。他们也是拿外地来的，不会是在江西的。结果他们临走的时候就送我一张照片，姐姐妹妹的照片，我到现在还留着。他们现在有没有，后面没有再找一下看？算了，想不必找，找的都是老太婆了。我想还是留一个回忆比较好，这样。这个回忆很深刻呀，很深刻。后来，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就另外一个比较具体、很忘不了的印象是，我们从上饶要想办法回到北平去，中间要经过啊，那很难。
什么车、什么交通、汽车、火车都没有，就怎么样转辗转的到金华，那里坐船，沿着那个船下去到杭州，在杭州转上海，上海坐船到天津、到北京，真不容易啊，一路这样子走，嗯，哇，那个中间的折腾，我书里写了也写了不少，嗯，到了金华坐那个船不错，到了杭州就走不动了。因为杭州大概有多少万人在那儿等船，等交通工具回老家，都往北边走的。于是我那个记忆最清楚，在杭州好几个月走不了，等那么久啊，嗯。然后每天就住在西湖边，嗯，那么美景欣赏一下。啊，每天看到西湖去玩啊，我妈妈带着我们去玩。然后不上学了，玩久了会不会觉得也烦了？哎，不会烦，不会，还是不错的。西湖的景多了，而且春夏秋冬都不一样嘛。哎，不一样，你走哪里都有。嗯嗯。哎，湖滨公园我们在花好多时间。哦。哎，我母亲那也没书念了，我母亲就在那里教我们看古典小说。哦，那也不错了。哎，她念完了让我们看看完了以后，她再问你，哎，也是一种。这语文教育，我想从那时候跟我打了蛮重要的，蛮深的，嗯嗯，蛮好的。是是，十年颠沛一顽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王正芳导演，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王正芳导演，《十年颠沛一顽童》啊。我们刚翻出来两个小女朋友的相片，不错，啊，真的蛮清秀的，而且都蛮好看的哈，长大应该也是美女，嗯，一定是美女啊，错过了，是啊，不，一阶段一阶段有一阶段一阶段的这个遭遇嘛哈，哎，是，那好嘛，后来呢，就是说你们还到香港去啊？没有去香港，没去香港，后来我们就搭上直接回来，直接到台湾，到了北京，哦，到那是叫北平了，是，我们上在离开杭州要去这个上海上船的时候，是我妈妈就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家庭秘密，就是你爸爸以前还有五个女儿，爸爸真了不起，那时候很年轻，就生了五个嘞，是吧？他15岁就结婚了，哎呦，这是北方农村的那个做法嘛，是，所以15岁这个爷爷奶奶就给找了一个媳妇，嗯，那媳妇年龄比他大几岁，对，但是通常女生会讲说，那你不喜欢他，干嘛跟他生了五个呢？不会避孕的，就意思说还是有感情嘛，还是有嘛，是吧？可是我父亲后来，到北平去念中学，念大学，那个到了大学，人家是个个都是自由恋爱了吧？就是跟胡适之他们那个见证人挺一样的，胡适之是没有抛弃他的赵康了，是，我父亲就跟我妈自由恋爱了，嗯，所以另外一个大理由就是说。原来的原配他生了五个女儿，没儿子，跟我妈结婚生俩儿子，这功劳太大了，这以前这个概念。但是我看你说的是你妈对那五个女儿还是有点芥蒂，对不对？当然，还是好，她不高兴，而且不是有女儿还不出来家还服侍她，还照顾你们，她还是不爽，她还是不爽，她不能接受。可是我们兄弟俩都接受了，哦，我们俩有没有气你们？你们就吃里扒外，你们什么意思？我们两个政治不正确，我知道，就是啊，很差劲。我们觉得姐姐很好啊，比我们大，又很照顾我们，也很喜欢我们，带我们出去玩，那搞这些，我觉得挺好的。嗯，但是我妈觉得这像什么话呢？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来台湾了，就分手了。我们从来不住在一起。后来有在联络吗？你后来你回大陆去找，有去找，啊，所以后来我们来台湾办《国语日报》，我妈妈是最大的推动者。哦，赶快希望到台湾，她不要留在北京。北京她觉得这个日子很窝囊。但是我看你那个大妈，就是你妈、你爸爸原来的那个太太，哎，也很守分际嘛，也没有来，没有，她不会，也不来的，也不什么，我看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哦。那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善良淳朴而且心地非常好的一个人，对我们兄弟俩太好了。后来1979年我回大陆找到他们了，所以我里面有一张照片叫吴美图，我五个姐姐照的一张照片，1966几年还好吧，他妹妹被迫害了什么都没有，被通通分开了，分到各地去了，不在一起了，哎呀，所以那吴美图有一张照片，我就找到了，他放给我，他们送给我，我
我寄给我哥看，我哥那时候还没有到大陆去找他们。哦，你哥还有记忆，还他应该比你年纪大，应该记得更清楚。更清楚啊！我说你看五个姐姐这个样子，嗯、现在长大这个样子，这个五眉图。哎，对对，五眉图，你看没有？一二三四五啊！你看五眉图，五眉图、嗯，我哥看了照片，他仔细看了以后，我说你觉得他们怎么样？这个样长相？他说这五个姐姐的长相，都像我们爸爸中年的时候啊。嗯，戴了一顶假头发真的，你看他跟我把每个人都跟我很像，像的地方不一样。哦，每个有各有个像不同的地方、就是、像的不同、哦、太有趣了。所以后来这个遗传很厉害，后来我们就找到他了。哎，这也是一个悲喜剧，后来喜剧中场嘛。嗯，后来我们在上海，我四姐在上海、嗯、这是你爸爸妈妈结婚照。这是爸爸结婚照。你爸爸比较胖的，脸比较圆一点，好像比较圆一点啊、哦。头发少，所以这个照片没有显出他秃头。这不头发还好了，年轻嘛，年轻刚结婚的时候的还好。对，那是你的头发还好啊，你没什么问题、啊。哎，我是母系遗传，我哥的秃了。哦，还是有关系。秃的厉害，哦，秃的厉害。是，所以后来我们跟这个五个姐姐的关系也挺好的，不错，一直保持联系，挺好的。嗯，哎。他们我看也受的不错的教育，没有当小学音乐老师、哦、没有。你看这中间有四姐啊，就长得比较高这个、嗯、她是在建筑最好，她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哦、不错、哦、清华大学建筑很好，派到同济大学当教授。哦，所以还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优生学还是有用的，我觉得、嗯、现在你看大陆是基建狂魔，我四姐有一部分贡献，我不知道，是她可能退休了、嗯、而且他们建筑界很严的，我有朋友这边念很严，就是那个梁思成建立的、嗯、是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的时候，徐志摩传一定会提到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成了不起、嗯、梁思成了不起，是，好吧，我们时间不多，你做个结论吧。做个结论，好，感谢赵康，请我来上你的节目。我老早就上你节目了，找不到机会。哎呀，这次邀请我，我太高兴了。我今天来打我的书《时间颠沛》一万通。嗯。这里有一个大十字，你看见没有？嗯。这个是映客给我设计的，挺好的。嗯。这个大十字是代表了十年。十年。这中间又好像一个。那个古时候的门的关的那个锁的那个样子，就像一个横的门栓插进去，表示这十年呢还是蛮坎坷的，是非常辛苦的，颠沛吧，颠沛流离，到处逃难。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书写很好，不过也验证了大时代的时候，小人物一般家庭的，哦，小人物的真的，那是每个人他们都是小人物了，没有小人物，没有大江大海，我们小人物，真的是很，所以那一段历史啊。也是我们的历史，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看一看。好，谢谢曾芳导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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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康，感谢。I like you.